2020年嘅5月3日，咁啊就喺澳洲呢度嘅上午9点，咁而家咧嗰个我哋个情况咧就系咧，嗰个新增咧多咗18个，咁啊而家死亡多咗2个，咁嘅情况就系咁样。喺我哋嘅首都啊冇变106，咁啊就喺新南威尔斯多咗4个，去到3035。北领地冇变29，咁就昆士兰咧就多1个，去到1035。南澳 （Southern Australia） 冇变438 ，Tasmania 冇变223 ，Victoria 我哋今次呢个大镬啲啦，13个，咁就变咗1384。咁另外就系、Western Australia 西澳冇变。咁死亡咧就1个系喺 New South Wales 新南威尔斯，另外一个就系喺西澳 Western Australia 2个死亡，咪18个咧新增，条尾快啲落咗落去啦！